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至三十节，你们要看见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亦藉着呢节经文去回答跟住呢个问题，就是近年咧，随着神给予共同信息同埋证据越嚟越多啦，好少有海外远洋嘅基督徒都会选择回应神嘅感动，回流同埋移民香港参与上恩教会，次次一家呢个复兴之中。就此，如果尤蒙斯系当事人，在个人安全同埋经济上，牧师，如果你自己就系呢一个人嘅话，咁你会点样部署呢？咁呢个我可以俾一个嘅提议大家嘅，因为事实上而家成关到个阶段，真系嘅有些人佢哋远洋啊，即系有啲喺大陆上面啦，有啲远到真系足足一日啊，24小时咁长啊，去又搭火车啊，又搭飞机啊，咁样嚟到我哋嘅当中啊。咁而事实上喺外国啊，或者我哋亚洲区啊都有嘅吓。咁当然咧喺加拿大都有一啲直情系回流翻翻嚟我哋当中添啦。嗱喺咁嘅过程当中咧，有一啲人去佢唔能夠長期留喺度嘅，即係事實上而家都有嘅，有啲即係係根本直情要搭飛機先要翻到主日。咁但係問題咧，佢哋可能一年嚟到幾次嘅啫，好多時佢哋將佢自己儲咗錢就嚟一次，儲咗錢嚟一次。咁呢個真係好令人感動嘅，係咪？呢、這個亦係可以話俾你聽，呢啲人已經係落入咗神安排嘅際遇當中咧，讓佢能夠用佢哋嘅生活時間同埋經濟去獻到祭俾神。在我嚟讲，我好开心嘅，因为点解？因为当然啦，唔系话佢搭飞机啲钱俾咗我，唔系啊，佢都真系俾航空公司嘅。但系佢嚟到当中嘅时候咧，佢喺聚会当中所得着嘅就系我自己啲经历过啊嘛。哦，戥佢开心嘅原因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曾经都系一个咧喺神嘅面前系唔计较时间同埋经济，亦唔计较我前途底下咧去寻找神嘅同在，而喺个过程当中，我得着嘅却比身边所有人都多啊，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过啊嘛，神就系咁真嘅神。神特登有时将我哋安排呢个际遇同埋光景当中，我哋付出要比别人更加多嘅。而只要我哋立志决定，我哋愿意付出比人更加多嘅话咧，咁事实上我哋所得嘅祝福咧，系比人嘅倍数咧更加多嘅，个质同埋量都会更加多嘅。有时我哋喺艰难当中所付出嘅咧，有时个量我哋唔能够付得多啊，但系问题我哋嘅质实在太好咧，系可以挑战甚至法利赛人嘅啊。就好似主耶稣基督讲寡妇嘅两个小钱。哇！如果以收奉献嚟讲，你个两个小钱点及得法利赛人嗰啲啊？吹晒啲胆可以 show 俾你睇，我付出几多嘅呢一啲奉献啦，系咪？但寡妇嘅两个小钱咧，佢系个质实在太好啊！主耶稣直成赞呢个寡妇，而戥佢开心嘅。你知唔知道啊？我就系讲紧呢样嘢。其实好多弟兄姊妹，你哋而家喺好多嘅光景咧，系你天生就喺嗰度噶啦，或者你根本你认识石安之前，你已经喺嗰度，你系已经系一个咁嘅光景。嗱，你记住。你所有的光景，包括你的受数啦、你的际遇啦，都是神安排的。咁所以变咗，我假设咗你理解我而家讲紧呢样嘢先。咁而我逆地而处喺呢个光景嘅话，我会点样呢？咁其实我会啊，因为再讲嚟讲咧，即系哇，如果我后生嘅时候知道一间石安咁嘅教会嘅信得住，哇，不得了咯，真系不得了吓。咁所以变咗，基本上我会睇啊吓。首先我由最艰苦嘅光景睇下先。我会睇下我其实系可以最低限度，我可唔可以去到石安聚会先？但系问题为咗安全起见我能够真系去到嘅时候，唔系嗰个礼拜冇聚会咁样，嗰个礼拜网上发放，哇脚仔软啊，系咪？咁所以多数我都会选择咧，即系如果我譬如一年只去到一次啦，我尽量都会联络石安睇下一年里面边几次系一堂聚会啊，因为呢一个就会真系使到我用尽我所有资源，但系得到最大嘅。接触到神的机会，接触到教会的机会，能够去观察教会，能够有更多机会呢去全面的见证这个的神迹。即等于举个例，以色列人呢，他如果被他选择的话呢，他们会选择在节期的时候去圣殿的，他不会在平常日子的。所以变成一年三次去守节呢，他们都全个以色列国，你会看到他们都是绝大部分都是选择守节的，因为守节嘅时候，你会见证到最全面嘅信仰，起码比你平时日子咧更加全面。所以变咗，我一定会咧去尽量去联络到石安寺，我联络到
因为好易啊，因为我哋本身喺我哋嘅信息啊，我哋嘅网址啊，好多联络方法嘅。你只要愿意嘅话咧，根本喺网络上、电话上面，你都可以联络到石安当中一啲嘅接待嘅一啲嘅弟兄姊妹嘅。咁变咗，我会知道咧，佢一堂聚会系几时。咁我起码储定钱啦，储定资源啦，去。咁如果去嘅时候，我会睇到我去呢一日咧，我请咗假啦，咁我变咗我能够去几多日咧？吓，咁一定噶啦，我百分之百一定喺聚会之前嗰一日到嘅，免得临时吓，即系交通挤塞或者有咩意外，我自己 miss 咗个机会，所以我一定会早。究竟系早一两日去到啊，定系早更多咧？系咪？一定唔会系当日，因为一堂聚会啊嘛。啊，咁而并且完咗之后，我会留低几多日？咁一年一次啊嘛，系咪？如果我经济只能够，咁我会咁样考虑。但系亦系因为咁，所以变咗好多嘢真系要咨询一下。因为我譬如好似如果我喺内蒙嘅话，我都唔知道香港嘅经济状况啊，或者我而家有经济状况，究竟系咪净系有机票来回就其他搞掂晒咧？咁即系我会一定会好好嘅讨论。咁而事实上由一次我肯定啦，如果我真係经历咁样去做一次呢，我肯定呢跟住唔使好耐，神一定百倍祝福我㗎啦。其实到时我一年百倍都得啦，一年一百次都得啦。如果开头一年一次，神俾到三十倍嘅祝福我，我一年有三十次啦，係咪？我就係讲緊呢一个嘛，我就係讲緊你一系唔做，你一次做到嘅无论质同埋量都做到尽善尽美嘅话呢，神就可以祝福我咁样做㗎啦。咁当然如果以我初信，我唔知道原来可以会有咁疯狂嘅祝福啦。但而家我去到信咗主咁多年，我自己就系活喺一个咁嘅祝福里边，所以我咪一定知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变咗我，如果我咁样做咧，其实我知道我不久嘅将来咧，甚至长期喺石安聚会已经唔系问题啦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嘅经济会再好啲，咁我就会考虑直情去一个 trip， 去一个度假嘅旅行咁样，就唔系话去一个聚会啦。咁我可能可唔可以逗留几个礼拜呢？即系已经唔系几日啦，系几个礼拜呢？咁呢个就系坐下计算嘅花费啦。咁其实即系你能够想象，我以前翻嚟香港开始石安，我自己开始石安，我都好似个外来人咁嘅，因为实际上我开始石安冇几多年，我父母啊，我一家都移民咗去加拿大添，即系我弟弟啊，我两个妹妹啊，都移民咗去加拿大，得我一个喺香港嘅啫。即系其实，我当我再次翻嚟香港嘅时候咧，其实根本就即系我屋企喺即系六四事件之后已经去已决噶啦。咁其实我自己翻嚟香港嘅时候，我都其实系计算我自己翻到嚟香港可以逗留到几多日嘅啫。其实我系计我能够生命能够逗留几多日嘅啫，因为我冇去处噶啦，即系我唔会话走翻转头噶。我喺香港，我嘅经济能够维持到几多日咧，咁样计。咁所以变咗，如果我嘅经济好啲嘅话咧，即系我譬如可能喺亚洲其他地方啊，新加坡或者咩咧。咁其实我会计下喺去一个 trip 嘅时候呢，段礼拜计嘅话呢，咁其实我而家有嘅经济喺可以，或者甚至我係辞职再搵个份工啦，又或者甚至我係放一个长假啦，去香港逗留一段长嘅时间。嗱，我当然意想唔到我喺嗰几十日开始咗我成个侍奉，跟住而家石安产生咗啦，我冇諗到几十日会搞到咁多变化㗎嘛，係咪？咁但係事实上呢，其实好多人当你咁做嘅时候，你意想不到好多嘢发生。你完全意想不到嘅，即系神就系咁样去带领啫嘛。咁所以变咗，当然唔系话你咁样嘅过程当中唔需要考虑到你再翻翻转头，因为你唔系差传过嚟啊嘛，你唔系有神嘅呼召，而你真系想嚟石安。所以变咗，你考虑嚟几个礼拜之后咧，你都要考虑就系，咁你原本住嘅地方或者做嘅工作，当你翻翻嚟嘅时候，后着系点？呢个你一定要设计，一定要考虑。如果唔系嘅话咧，点解一定要咁做呢？最主要就系因为你哋系初信。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至三十节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从东、从西、从南、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有在前的将要在后。冲开我心，但前倾上我呼唤求问，人赤心跟主靠近，传言曲醒这世界遭幻灭变灰尘，心渴望穿一瞬间。
馨香的滞，人生不再荒废，不计遇藏上冲击失势，不计遇隔座路天封闭，转一圈白头无愧，奉上轻去活滞，情如火掀起充满思维，情真至坚毅，复兴之火已成东西，如烟广散发放于心底，情燃烧火光突遍周围，令火焰亮活细，把握时间不枉费，为神情上一生起色制。